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我朝萧氏、沈氏、周氏、凌氏四位郎君，自婚与皇太女楚星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记住，你们入我东宫只是朝政所需，不要妄想太多。本宫心里只有谢自清一个人。 楚星辰，你怎么还不谈恋爱？再不谈你嫁不出去了，知不知道？你都多大了？妈，我不想谈恋爱，不行吗？你到底想干嘛？28岁了不谈恋爱？我为什么一定要谈恋爱？我恐婚不行吗？皇太女与谢策军入洞房喽！楚星辰，我又不是正妃，本不配这正红色。太女殿下又何必折腾这一番？ 什么政府？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出车祸了吗？子清，这是我从京城名家那里买来的玉雕，还有黄金百两，你喜欢吗？庸俗！我还想约你去看花灯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？若水，这是我特意为你选来的玉雕，你喜欢吗？我那儿还有黄金百两，你可以买些你喜欢的。 如今你在皇太女身边，委屈你了。只要能见到你，就不委屈。我听说今年的花灯特别好看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。你别担心，我到时候就跟在你身后当个打杂的就好。所以我这是穿越了，穿越到了女皇当政的朝代，楚国皇太女楚星辰的身上。而这个男人一边嫌弃原主，好处却照单全收，一边又给楚星辰同母异父的妹妹楚若水当舔狗。 你不是一直想当我的女人吗？那我就如你所愿。你干什么？既然不情愿，又何必委屈自己？滚！让我滚？你疯了？难不成他点了催情香？你点了催情香？楚星辰，这不是你期望的吗？ 楚星辰也是你叫的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。是，楚星辰，你别后悔。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你费尽心思娶我的大婚之日，你却要赶我出去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还不快拖下去！给我等着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暖冬，我中了催情香，快传太医。啊，好。怎么样？可有解药？ 这催情香只能靠泡冷水撑着。要说解药，阴阳调和最好的解药还是男人。殿下，您的5位夫君都在这里了，请您翻个牌子吧。5位夫君？嗯，我一个恐婚族穿越古代已婚就算了，还一下子5个夫君。萧策军到，沈策军到，凌策军到。 殿下，不知叫臣来所为何事？是要让臣将东宫之权交给谢自清吗？楚星辰，真是一夜都等不了，刚娶了谢自清就要赶我们出宫。灵州，不得无礼。太女殿下，你们都是我的夫君。 不然呢，楚星辰，你今晚给我个准话，我立刻就出宫，才不当你什么太女夫君，回去继续打我仗去。林策军，要称呼太女殿下。殿下，现在人齐了，是要让我们一同离开宫里吗？离宫？原生的记忆里，他是准备为了谢自清前3、4位夫君，但如今我当政不过数年，朝中都是先帝的臣子。 我为你挑选的几位夫君，代表了朝中各方的势力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待和把握。但这正是谢自清的目的，为了瓦解楚星辰的势力，将他心爱的女人楚若水推上女皇的位置，独掌楚国大权。不行，不能让他们离宫。没有离宫的事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我向你们道歉。陈茂没了。你居然会道歉？怎么回事？你最爱的蝎子精呢？太君殿下，蝎子君不好了，你快去看一下吧。既然如此，赶快找你心爱的蝎子精去。不管他。可是太君殿下，蝎子君中了催情香，一直泡在冷水里，再这样下去会死的。他喜欢泡冰水，那就让他继续泡，是他自作自受。传旨。 谢策军在宫中用秽物魅惑皇太女，禁足御华殿，不得外出。太女殿下，他杀了谢子清。我没事，那你们先下去吧。晚冬，快准备一桶冰水。还以为他变了。 结果中了催情香，还要为蝎子青守身如玉。虽然不用侍寝，但真是不错。灵州，不要议论太女殿下。我就说你会后悔的吧。你最好现在好好服侍我，不然日后别想再见到你。谢策君，太女殿下没有来，她说您魅惑皇太女，禁足御华殿，不准外出。什么？ 看什么看？楚星辰他肯定会来的。楚星辰那么爱我，他一定是欲擒故纵。你就等着吧，他肯定会带着最贵重的礼物来看我。晚冬，我的几位夫君平时都喜欢什么呀？我要怎么才能和他们缓和关系啊？殿下，您终于想通了。在您之前听那谢子清的谗言。 对侧军们态度不是很好，哎，不过没事，只要您不偏宠的话，慢慢的就好了。不偏宠？是啊，奴婢日后若是要娶3位夫君的话，一定要做到雨露均沾，这样后宫才能和平。3位夫君，晚冬，你的志向还真远大。好吧，那我现在就去雨露均沾。如今楚国虽然女皇当政。 但时局依旧不稳，为什么要让我一个恐婚族稳住5个夫君啊？皇太女这几位夫君，别的不说，样貌都是1等1的很。 太女殿下怎么来了？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我就挑一些字画送你。谢殿下赏赐。不知殿下这时前来，是要我侍寝吗？什么侍寝？殿下您中了催情香，您这时来，不正是这个意思吗？哦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你误会了。我礼物先放这儿。 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殿下，您要走？是我们沈策军惹您生气了吗？抱朴，不得无礼，还不快请罪？不用请罪，本来就是我打扰了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策军，您还有心情练字？今晚殿下要是能留在这儿，您可就是他第1个男人了。他不过是拿我当谢子清的替身，不会留下来的。 我也不想他留下。是不是楚星辰来跟我道歉了？太女殿下去了沈策军那儿，还送了前朝字画做礼物。他去了沈苍竹那里。他是将沈苍竹当成了我的替身。等着吧，他肯定会送我更贵重的礼物，还跟我道歉。晚冬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 笑容。你说翻越的昨天空，会有谁在等着我？是会开花的云朵。多谢你扶住我，你是？殿下，这是您的第5位侧军兼暗卫周不言。第5位侧军周不言。一碗水端平。周不言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有什么喜欢的吗？我可以把……哎，这就走了？殿下，您忘了，是您自己之前不待见周策居，说在您没有危险的时候就不要出现。我以前这么渣？看来修复关系任重道远。婉冬，我们先回去吧。 殿下今日如此反常，莫不是被人调了包？是殿下没错。别走！殿下，昨晚睡得好吗？ 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昨天睡得格外的安心。豌豆，我们今天继续雨露均沾去。好。殿下来了，太女殿下来了。你说现在？这会儿是白天没错吧？小将军，您是说太女殿下想要白日轩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来看看你。 顺便给你送点东西，又送东西，我可都知道了啊！昨天你去了沈大哥那里，你是不是把沈大哥当做谢子清的替身啊？还让他侍寝？替身？我没有把沈策军当成谢子清的替身啊！再说也没有侍寝，你误会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真的是来给你送礼物的。听说你儿时就是出了名的神箭手，长大以后就跟着大将军南征北战。 所以我特意找人打造了这把弓箭送你。你，楚星辰，你怎么可以昨晚睡那个，白天摸这个？晚上睡这个，白天摸那个，我没摸呀。你还说你没摸？我是摸了，但是我又没睡。哎呀，怎么解释不清了呢？你不用解释，我都明白。你明白什么呀？你个小孩。小孩。 殿下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我还比你大1岁呢。反正在我心里，你就是个弟弟。你，殿下，知道斗不过我了吧？看你还敢不敢叫我弟弟？怎么感觉小将军还没开窍啊？你说什么？殿下，小的的意思是，殿下走了，您不跟上去看一看吗？对啊，他怎么送完礼物就走了？我还没赶他呢。 婉冬，你说萧策军会喜欢我送的礼物吗？萧策军心怀天下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喜好。但奴婢想，只要是殿下送的，萧策军都会喜欢的。对了，殿下，上次您让奴婢找的奇珍异宝，奴婢也找到了，那个你可要放好，我有大用。是不是太女殿下来了？一会儿她来了，你就告诉她，我在这等了一夜。 吹了一夜的冷风，殿下没有来，他去了凌策军那里送了弓箭，现在往东宫萧策军那边去了。什么？你等着吧，他肯定准备最后过来，送我比那几位策军更贵重的礼物。策军，殿下该不会是想直接宣布让您当皇夫吧？皇夫，一定是这样，毕竟他那么爱我。朱墨。 你一会儿就去告诉楚星辰我病了，让他来见我最后一面。是。殿下怎么来了？也未见慎刑传报。哦，是我让他们下去的，不想打扰你。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想来想去，决定把这个送你。殿下，这是女皇赐您的玉如意，臣不能收。玉如意可以掌管府内的任何人、任何事。你如今在东宫，我早该给你的。也就是原身被谢子清迷了眼，一直压着玉如意不肯给萧望，导致萧望坐在东宫却没有权利，仅凭着实力让府中人认可他。谢殿下体贴。仙翁，听说今年的庄子都按时上交了租金，还有府内的大小事也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很厉害。殿下真的觉得朕厉害？当然厉害了，你方方面面都打理得这么好。萧望要是在现代，不得是个霸道总裁？认真来说，还是个皇家总裁。再加上他的外貌，不知道收获多少迷妹。还从未有人如此夸过朕。哎，不能进去！太君殿下，太君殿下，你去看看谢策军吧，他在雨夜里等了您一天一夜，一直发热不止，现在已经快要不行了。好啊，我说你为什么给我们又是送礼又是说好话的，原来都是为了气谢子清啊！太女殿下，我们策军又是泡冷水又是等您，现在高热不退，您快去看看他吧，不然他马上就不行了。不行了，那就让他死。楚清晨，那可是谢自清啊，你确定？殿下，谢策军如果在咱们府中毙命，对您没有半点好处。谢家在朝中桃李满天下，有不少向着他们呢。那就别管他，去去去！殿下，殿下，林策军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就是随便逛逛。那正好，你们都在。我最近寻得一样东西，想明日邀请你们，还有沈策军，明日来我府内一同观赏。什么奇珍异宝，这么神神秘秘的？秘密，明日你们到了就知道了。既然你邀请我了，那我就勉强去一下吧。臣谢殿下邀请。是殿下来了吗？策军，殿下今日没有来，但小的听说殿下在后院准备了一件奇珍异宝，想来是送给策军的。那必然是送我的礼物，明日我们就去后院取来。是。殿下，这棉桃树虽然好看，但真的有这么大用处吗？当然了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如今各个夫君的礼也送过了，也算是一碗水端平。嘿，晚冬，我们去买点酒和点心，邀请各位夫君一同观赏。啊，走。这就是楚星辰送我的礼物吧？让我看看。谢策军不可，殿下说此物在他回来之前，任何人不许碰。我们策军在殿下心里什么地位？你还不知道？这本就是殿下准备拿来送给策军的礼物。殿下一定是觉得此树清雅高洁，那几位的礼物一定也是殿下想送你的。嗯。那是，走，都拿回去，正好邀请我几位师爷一同来观赏。玉如意是楚星辰送我的，暂时放在你这儿而已。我现在要拿走。策军，这定是太女殿下允许的，我还以为太女殿下开始变了呢。谁信？不准议论太女殿下。小将军，谢策军将殿下送您的弓箭抢走了，还说本来就是送给他的，只是暂时放在您这里。星辰，他什么意思？策军，这你能不出手吗？既然是太女殿下授意，那便随他去吧。晚冬，等下就叫几位策军来，4位都叫上，我们边喝酒边介绍那棉桃树。殿下饶命！谢策军打着您的旗号，将那棉桃树搬到了自己的院子里，还什么？还将您送给各位策军的礼物都抢了去，说是您授意允许的。殿下，他这么做不是砸您的碗吗？您之前做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我赶紧去御花殿。谢策军，这么多奇珍异宝，太女殿下对您可真是太好了。谢策军在太女殿下心中果然不同。那是，我说什么，楚星辰便听什么。各位看上什么都可以拿。谢自清，谁给你的权利？太女殿下，太女殿下。楚星辰，你欲擒故纵的目的达成了，还想怎么样？我还想怎么样？我还想问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哎，别走啊！楚星辰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闹？你之前将那几位策军当成我的替身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楚星辰，我们才不当谢自清的替身呢！既然不欢迎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既然知道，还不快走？该走的人是你，楚星辰，你不就看见我跟楚若水见了一面吗？你有必要抓住不放吗？楚若水人也让你打了，我也同意嫁给你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也知道你的身份，那你还敢去见三皇女？还有，我记得我让你禁足了，为什么你还能在我的府里惹是生非？我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罢了谢自清的侧军身份，成为普通士军。我是谢家后人，你敢？谢世君不懂规矩，禁足期间私自外出，抢夺其他侧军的物品，合理合规，我为何不敢？好，别后悔。站住！哼，楚星辰，你是后悔了吧？你方才见到我，是不是忘了行礼呀？你让我向你行礼？哦，还有凌侧军、萧侧军、沈侧军，你如今身为士军，也理应向他们行礼，还得是跪拜你。 你让我跪他们？堂堂书香门第，连话都听不懂啊！你，侧君，男人说晕就晕。小望，回头你找个精通礼仪的先生，好好教教谢世君。怎么啦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楚星辰，你喝醉了？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大白天喝酒？殿下放心，臣会找最好的礼仪先生去 谢世君的府中看看。对不起啊，我送给你们的礼物都被谢自清给搅黄了。你们把礼物带回去吧，那都是我认真准备的，不是他说的那样。就谢自清的细胳膊，我看也拉不起来我的弓吧。那是。世君，你也醒了。楚梦，我好像做了个梦，梦见楚星辰让我赶你几个侧军。 下跪认错，世君，这不是梦。太女殿下还派了教导礼仪的先生来，专门教您如何行跪拜礼。什么？世君，还有一事，3个月后就要举办国宴了。三皇女已经准备了采取行动针对太女殿下了。他出事了，楚星辰定来认错。殿下，人已经安排好了。敢与我争，得看有没有争议。 啊，怎么了？你还有事情吗？狗太你，拿命来！周明，楚星辰，你就不配当皇太女！我又纨绔贪污灾款，你罪该万死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楚星辰就应该让位给三皇女，只有三皇女才是我们大楚的希望。到底谁派你来的？就算你杀死了我。 还有很多人根本就杀不完。殿下，此人想杀你，留不得。我明白，让我缓缓。好，那我就先退下了。 周碧安，你别走，万一又有刺客冒出来要杀我怎么办？殿下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杀得了你。今天多亏了你在，你护驾有功，想要什么赏赐吗？只要你说，我都尽量满足。殿下，我无所求，我时刻在暗中，殿下有事唤我就行。啊，周碧安，你等等，我睡不着，你陪我聊聊吧。我一直特别好奇。 你们暗卫是无时无刻都在吗？那我方便的时候，你不会也在吧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哦，那你过来跟我说说，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吃饭喝水的？别走。 周不言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除了是我的暗卫。 还是我的夫君啊！殿下，不是您说侧军的身份只是个摆设，让我不要痴心妄想吗？我那是胡说的。啊，周不言，你再走，我就抱着你，一直不撒手。你抱不到。什么？周不言，今天有刺客一个人真的很难。何君，慌慌张张的搜什么？昨天晚上，皇太女殿下遇刺了。 什么？凌霄君，太女殿下她昨夜遇刺了。什么？凌霄君，太女殿下她昨夜遇刺了。你们都来了，看来殿下遇刺是真的。凌霄君，这就是你们说的遇刺啊！这就是你们说的遇刺啊！看什么看？嗯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楚星辰，你是不是耍我们？我们以为你遇刺了，不过现在看来也没事。殿下，恕臣冒昧打扰殿下了。殿下这般，是为了让谢世君担心吗？ 需要臣去教导吗？不是，不用。那臣殿外等候。昨晚我确实遇到了刺客，多亏了周不言保护我，这才没事。彻夜保护，能保护不好？哼！凌策君，殿下无事便好。如今时局不稳。 国宴在即，殿下万不可以有事。臣提议，日后殿下上朝，分别有一位侧军伴您左右，护您周全。这会不会太麻烦了？一切以殿下的安全为重。是啊，暗卫又不能上朝堂。再说你名声这么不好，指不定有多少人恨你。别等到时候影响我，还说我们护军不周。原来如此。 若我出事，侧军们定有责任，说不定还会问责他们背后的家族。唉，我知道了，那就以大局为重，听萧侧君的。那今日便由臣陪您上朝。三殿下，我们派去的杀手刺杀失败了，一群废物。奴婢还听说。 今日太女殿下上朝了，我自有安排，下去吧。殿下这就对了，您之前老是不上朝，三天两头的就去找那戏子。以后不会了，咱们爱美人也得爱江山。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体会皇帝的快乐。臣恳请女皇立刻罢免皇太女，不然。 臣就一头撞死在这殿上！且慢，哟，老臣这是眼花了，天上下星星了，皇太女也知道上朝了。女儿拜见陛下，我儿免礼。不知这位王侍郎为何说我不配当皇太女？哼，如今北边灾荒愈狠，朝廷批了灾款。 而你呢，竟然善用朝廷灾款，去买那些好汉无用的奇珍异宝。哼，三皇女每日吃糠咽菜，省下钱财，施粥救济百姓。你也配当皇太女？不知王侍郎说这些可有证据？来人，将那奇珍异宝抬上来，让大家都看看皇太女的豪奢。 这棉桃树的盆栽可真漂亮，可惜呀、中看且无用。原来他们说的是我买的棉桃树。王侍郎误会了，我买这棉桃树是为了救灾用的。你撒谎！这棉桃树有什么用？它只不过是观赏的玩物罢了。那要是我没有撒谎呢？那臣就给皇太女跪下。来人，拿不合针线来。 这太女殿下又要搞什么名堂啊？谁知道呢？我偶然得知，这棉桃树上的花，又称为棉花，能制成各种规格的织物，还能填充衣服，制成棉衣。厚厚的棉衣，冬天可以保暖，百姓的生活也可以提高了。哎呀，柔软，陛下是真的。臣的手真的暖和了。若是让母亲能有预备灵符，就不会被毒死了。汉女陛下难道真的变了，开始为你着想了？若真如此，百姓们就能安然地度过这个寒冬。王侍郎自己感受过，如何呀？一点小计谋而已。我记得王侍郎刚才好像说过一句话，是王侍郎说过，若是错怪我们殿下，便给殿下跪下。皇太女让臣下跪，臣。 星辰，楚星辰，样样比不了三皇你。三皇你廉洁贪污，三皇你关心百姓，你视百姓为刍狗，该死！三皇女殿下，老臣下辈子再为您效犬马之力。我。 没有人派我来，他本来就该死。楚若水，大胆！朝堂之上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拉下去！散朝。小王，你说今日朝堂之事，还有昨晚的刺杀。 是不是都和我那三皇妹楚若水有关？殿下，您察觉到了？我又不傻，他们处处将我与那三皇女对比。察觉到便好。如今朝野都是三皇女底下的人，再加上陛下的身体日渐不佳，臣斗胆说一句，这三皇女殿下怕是已经起了杀逆而代之的心，还有谋逆。再过几个月便是古夜，她定会有所行动。 您也需要在这几个月中换回您的威望和名声，所以女皇想要把朝中几位重要家族的夫君嫁给我，是为了稳固我的地位。没想到如今没有宫斗宅斗，反而来了朝堂党争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那个，你今天也累了，就先回去休息吧。那臣退下了。等等，小王，你的衣服好像不小心脏了，你要不然换一件？无碍，臣回去自行清理便可。好。萧大哥，你们从朝堂上……凌策军是来关心殿下的吗？你们还怪激烈的。 什么？不就是口红印吗？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谁在乎？我可不是关心他，我就是随便逛逛。原来如此。哼！楚星辰下朝回府了。是，听说朝堂上发生了争端。三皇女势力雄厚，她没人可用。 总是要来跟我服软，等着吧，他下次上朝肯定得让我陪着。若他表现好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帮他一下。根本就杀不完！你该死！万冬殿下，奴婢在。我实在睡不着，你陪我聊聊天吧，殿下。 既然您害怕的话，不如咱们来翻牌子吧，有人陪着就能睡着了。婉冬，你别闹了，奴婢可没闹。您真的可以翻牌子，女子嘛就要及时行乐。那我就试着翻着玩一次，体验一下当皇帝的感觉。是周策军。咦，今天晚上沈策军、林策军、萧策军、周策军侍寝。楚星辰，你居然同时让4个人侍寝？不是，不是，我就是翻着玩呢。殿下，奴婢可没说翻着玩，但是既然林策军来了，奴婢就先退下了啊。 哎，婉冬，你别走！听说今日朝堂上有人要刺杀你，你有没有事？有萧望在，没有事。哦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林冲，你先别走。 难不成他是想今晚让我侍寝吗？林冲，你还在吗？我在。啊！谢谢你啊，我站稳了。 令人讨厌的楚星辰也会这么心软吗？刚才蜡烛灭了，我有点害怕，现在点上了就没事了。你先回去吧。怎么，太女殿下这是用完了就抛弃了？灵州，你别说这么容易引人误会的话好不好？我就是实话实说嘛。太女殿下想到哪里去了？我可不想和你有什么牵扯。我。 那我真的走了。听说周不言回宫汇报去了。哟，这寒风瑟瑟的。我还听说，有些东西最喜欢晚上出现。我要是走了，可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我可不怕什么牛鬼蛇神啊！ 罢了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守你一夜吧，省得你们到处说我林家没有守护好太女殿下。可是外面这么冷，要不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怎么，周不言能陪我就不能陪？你放心，你睡了我就走，我才不会傻傻陪你一晚上。 沈大哥来了，这一晚待的我腰酸背痛的。林策军，昨晚是在太女殿中？那当然不是啦。沈策军怎么来了？昨日听完朝堂上的事情来看看殿下，如今殿下没事就好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啊，你别误会，我们没什么要继续的。确实没干什么。 你还是找沈策军好好解释去吧。哎，不是，我啥也没干呀，我。殿下，我刚才瞧着几位策军，好像脸色不太高兴，要不您再端水，争取给他端平了。您现在的处境可是很危险，可不能少了他们的支持。嗯，我明白了。那我等会儿去给沈苍竹送一床棉被，晚上再陪萧望喝2杯。 那林策军呢？今日档期有点满了，明日再安排他吧。谢策军，他不在计划内。你说楚星辰怎么还不来找我？该不会是他受了委屈，当缩头乌龟了吧？听说朝堂上发生了大事，太女殿下定是受惊了。到时世君您安慰一下，太女殿下一定很感动的。是不是太女殿下来过了？没有，太女殿下先是去了沈策军那里，现在正往萧策军那边走，更是听说。 昨夜是由林策军陪着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他在朝堂上受了委屈，都是来找我的。奴婢听说，太女殿下没有受委屈，反而驳了王侍郎，更是用棉桃树织成了棉衣棉被，引得大臣们欢喜。而萧策军则是一直护着太女殿下，最终王侍郎刺杀失败，撞死在了大殿上。用棉桃树做成棉衣棉被，定是与那几位侧军脱不了干系。当初那几位侧军看着清高，哼，现在不还是巴结楚星辰？是啊，哪像世君您，都是太女殿下巴结您。他迟早啊是来求着我的。嗯，小婉，我来找你喝酒。殿下，快坐啊！殿下昨夜也是找凌策军喝酒的吗？昨夜啊，昨夜是凌策军他怕有刺客，所以守在房外。房外啊！来，你快尝尝，这个呀是我让婉冬找来的梅子酒，听闻是全城最好的，快！ 好喝吗？其实殿下不必亲自来的，若说感谢，也应该是我感谢殿下才对。为何？殿下，您别慌了。我没动啊，你喝多了？你不会是一杯倒吧？殿下，若我母亲当年能得知一面杯，也许就不会离开了。策军，您还睡得着啊？ 怎么了？今天早上，殿下亲自给沈苍竹送去棉被，晚上又和萧策军喝酒，听说他们两个脸红得跟桃花一样，您还坐得住啊？楚星辰他这是始乱终弃啊！无所谓，我才不在乎。婉冬，我头好疼。殿下，你发烧了，传太医。殿下怎么样了？哦，只是小小风寒，吃点药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不过要注意，让身边人好好照顾啊。殿下明明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生病了？ 就他那身板，不生病才奇怪，更别提昨天又是送棉被，又是喝酒，瞎折腾。那就由我来照顾殿下，还是我来吧。我去就行。怎么，殿下又不是周策军一个人的，我们几个家族也都担负着保护殿下的安全。算了，我们都是殿下的侧军，就一同照顾殿下吧。 谢世君身为世君，就不用了。太女殿下以往生病都是来找我的，你们等着。若是太女殿下起来见不到我，拿你们试问。小婉，殿下你醒了，好些了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殿下，您终于醒了。太医来看过之后，几位侧军便留下来照顾您。既然殿下醒了，那就交给婉冬姑娘吧。 殿下，看得出来，几位侧军还是很担心您的。那明晚便邀他们一起吃顿晚餐吧。殿下，昨晚谢世君也来了，要不要一起啊？他就不用了，你随便赏赐些东西就好。三殿下，听闻昨夜太女殿下风寒，在他的侧军悉心照顾下，清晨便痊愈了。什么？楚星辰那些侧军，代表着朝堂上的势力，怎会与他如此亲近？ 他不是要和那些侧军一同用餐吗？那你就去给他下情毒。倘若他在那些侧军的面前出丑，他们必定以此厌恶他。奴婢遵命。婉冬，差不多了，你去请侧军们过来吧。好，奴婢这就去。哎呀，急什么？你看，晚宴我是穿着翠竹绣花好，还是这白玉兰花好？ 世君，太女殿下没有邀请您去用餐啊，但太女殿下赏了好多东西给您，想着是惦记着您，怕您身子虚弱，才没有让您去的。对，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而且那群侧军怎配与我一同吃饭？你们来的刚好，这饭菜也备齐了，就差酒了。来，上酒。去查查那个侍女。是。那，谢谢。我随手买的。我很喜欢。是三皇女的人，这酒可能有问题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谢谢你们这么照顾我。这杯酒，还是由我来敬殿下吧。感谢殿下这段时间。 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太女殿下，侧君这是中了情毒的反应，若不解毒，沈侧君将会寒气攻心，最终不治而亡。情毒？可有解药？此毒只有元房，阴阳调和，没有解药。元房？殿下，求求您救救我们侧君吧！抱抱。 闭嘴，殿下，你不必担心，一定是那太医危言耸听，朕一个人待着就行。小侧君，麻烦您带太女殿下先出去吧，不想在你们面前丢人。殿下，我们出去商讨办法。周侧君已经去寻找神医了，相信他定会找到的。殿下，侧君他上了锁，奴婢求求您。 救救我们侧君吧，婉东殿下，这沈侧君既然是您的夫君，即便是元房，也是天经地义的。婉东，带我去梳洗吧。楚星辰，沈侧君中毒也是因为我。嗯，殿下今晚真的很美。殿下。 不好了，林侧君、萧侧君、周侧君也都中了情毒。什么？怎么会都中毒呢？奴婢不知。周侧君回来以后，其他侧君便相继中毒了。那我也不可能一晚上解4个人的毒啊！婉冬，我们快去看看。楚星辰，殿下。 你好美啊！你们在干什么啊？都什么时候来喝酒？不是，你们怎么会都中了情毒？周不言找来一个神医说要药酒才能解情毒，但是那个神医又不知道哪一瓶才是药酒了，我们就都服下情毒，一瓶瓶的试酒，这样也能快些。你们和沈侧君的关系还真好。 殿下，找到了，是这瓶。苍竹，殿下，你愿意？你愿意？快把酒喝了，喝了就好了。 怎么样，是不是不冷了？是，殿下，您找到解药了。这还要多亏他们帮你试药。谢谢各位。快坐下。说到底都是因为我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一定会找出来下药的人是谁。萧瑟君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沈苍竹。 以你的情报，会不知道今夜的酒里有毒？是，我确实知道，但知道时已晚，没有了确切的证据，我也只能以身试毒。倘若没有解药，殿下便会痛。你是为了这个吧？萧侧君说笑了，我们成为殿下的侧君，不就是为此吗？那你也不能算计他。 算计，我并不知那是什么毒，就算它是致命的毒，我也会喝，谈何算计？原来如此，你是为了让殿下愧疚于你。无论结果是什么，只要这酒里有毒，殿下就会愧疚于你。你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！萧瑟君好像格外关心殿下，难不成是喜欢上殿下了？难不成是喜欢上殿下了？我记得萧瑟君是什么都不在乎的人，看来如今也有在乎的人了。我和你一样，都是殿下的夫君，都是为了家族。 殿下，下药的事你调查出来了，是三皇女的人。上次是她要刺杀我，这次还是她。婉冬在，你去调查一下这个三皇女，我的好妹妹。太女殿下，女皇那边派人来问，过几天的祭祖，您准备带哪位夫君参加呀？祭祖？是啊，殿下您忘了，每年您生辰之前都是需要去祭祖的，为的就是祈求楚国风调雨顺。当然，您身为皇太女。 带的夫君也很重要，是未来皇夫的人选呢。往年您都是带谢氏君去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和陛下说，我会好好安排的。是。世君，往年殿下都带着您，今年一定如此。必须的。看样子今年又是谢氏君啊，年年都是谢氏君，难不成谢氏君要成为皇夫了？嘘，殿下来了。 谢自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随你一同去祭祖。我又没打算带你。今日我要带另外4位侧军一同参加。你真不打算带我？当然。太女殿下出来了！太女殿下出来了！哎，你们看，这次还是谢氏君吗？太女殿下，你们5位郎君最喜欢哪个呀？楚国民风这么开放的吗？ 那必定是谢世君啊！殿下可是为了他一掷千金呢。我觉得萧策君也不错，识大体，能当大事。我还是最喜欢凌霄将军，但是策君我也喜欢。殿下，您到底喜欢哪个呀？对呀，对呀，你喜欢哪个？我都喜欢，行了吧？我都喜欢，哦。 殿下，上车吧。谢谢。又晚了一步。哼！三殿下，下药的事情失败了，奴婢猜测可能跟他身边的暗卫周不言有关。周不言，一个暗卫而已，既然成了我们的绊脚石，那就把他除掉。枫叶。 皇姐针对我也就罢了，如今连她身边的一个暗卫都要给我使绊子。交给我，我来解决他吧。世君，殿下他们真的走了？什么？楚墨，我们走过去。这不相信的楚星辰不心疼？世君，这可是50里路啊！希望楚国风调雨顺。 希望我身边的人平平安安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等等，殿下，你还没去送子观音那里拜一拜呢。什么送子观音啊？女皇陛下说她的身体越发的不好了，希望您能生下一位继承人呢。说这一次一定要去送子观音那里拜一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先让几位侧军先回去吧，一路颠簸，早些休息比较好。殿下体谅各位侧军一路颠簸，还请各位侧军先回厢房休息。婉冬姑娘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殿下他早就走了，刚刚为了摘果子还摔倒了，现在正在南厢房叫你呢，你快什么？我没见殿下出来啊！婉冬姑娘，您可别磨叽了，您快去吧，殿下都流血了。什么？殿下受伤了？ 怎么不早说啊！你是婉冬呢？周不言！想要太女殿下活着吗？放开殿下！放了他可以，地上有把匕首，你自杀我就放了。别听他的，那匕首上有毒，他不敢杀我的。不敢、你现在杀了我，嫌疑最大的就是楚若水，你敢吗？我现在可以不杀，但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 周策君应该明白，有种药能让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要怪就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，看着你身边的人在你面前死去，该如何？周平，楚星辰，你。 殿下，你也受伤了。有刺客绑了我，威胁周不言自杀，匕首上有毒，我刚把毒液吸出来。我们回府找太医。我们走多久了？快到了吧？师兄，这才走了20里，还有30里呢。哎，师兄，好像是黄大女府里的事。难道黄大女回来了？什么？ 走吧，走吧，回去吧。啊！太医，他怎么样了？幸好多次滤了毒，处理的较及时，没有侵入五脏六腑。老臣已经将余毒处理，不过后续还需好好观察，避免发热。好，谢谢太医。哎，你别乱动，太医刚刚才把你的伤口包扎好。殿下。 我只是一个安慰，没有任何势力和背景，不值得你这么用心的。我说值得就值得。殿下，这次都怪奴婢，要不是奴婢被那侍女骗走，也不会害得您和周策君受伤了。不怪你，要怪就怪凶手和他背后的人。关东，你派人去追查那刺客的下落。敢害我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是。殿下，等车好了，您去查寝。 你马上要生辰了，不要为这些烦心。生辰？你不说我都要忘记了。我的小将军呐，您别再转圈圈了，转的小的眼睛都花了。你说这马上楚星辰的生辰就要到了，我送他什么呀？这小的也不知道，不然您去看看其他侧室送了什么呢？我去看看他们送的什么，我可不能比他们差。 出来，沈大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沈大哥，你是打算送话给楚星辰？站住！转身，出去。嗯，那不是凌策军吗？ 看什么呢？我看萧大哥给楚星辰送什么，结果什么也看不见。萧大哥，想抄我的生辰礼物吗？没有，我就随便看看。林策君，如果想知道殿下的心思，大可以去问殿下。关东，给我倒杯茶。 嗯，灵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殿下，请吃水果。殿下，出去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不是马上到你生辰，你喜欢什么？生辰，以前倒是会吃蛋糕，如今。 你们送什么的好？蛋糕？蛋糕是什么？蛋糕就是奶油，圆形的，雪白的，然后上面会装水果，再点上蜡烛。哎，跟你说也说不清，你送什么都可以。蛋糕，我懂了。啊？策君，那林策军和萧策军，甚至谢策军，都开始为殿下的生辰准备礼物了。您这还有心情在这喝茶？一点都不着急。小的可没见您准备礼物。急什么呀？谁？你有本事杀了我！你应该庆幸，你现在还有用。不知道几位策军都送什么礼物给殿下？殿下，沈策军来给您送生辰礼物了，快请进来。没想到第一位是沈策军啊！神州殿下岁岁年年万喜万般宜。 多谢沈策军，不知道沈策军给我们殿下送什么礼物呢？哎，这不是那天的刺客？他叫枫叶，是三皇女府中的策军，同时也是三皇女手中最锋利的剑。今日我将它作为生辰礼物送给殿下，希望殿下能够喜悦而终。沈策军的礼物我很喜欢。 殿下喜欢就好。我本不想与我那三皇妹争什么，可你们三番两次害我性命，如今还要害我身边的人，真当我楚星辰软柿子吗？你哪里比得上三殿下？三殿下对百姓仁慈、天真可爱，你哪一点都比不上。天真善良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天真善良的人几次对自己的姐姐下死手，对旁人更是草菅人命。既然你觉得他天真善良， 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怎么让你对周不言的，现在的你就是什么下场？不，殿下，三皇女带礼物前来，说是要给您祝寿。我不去找她，她反而来找我。至于这个人，殿下，交给我吧。多谢沈策军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楚二水要干什么。 太殿下万福金安。妹妹见过皇姐，皇姐近来别来无恙，托妹妹的福，很好。今日皇姐生辰，妹妹特准备了一些礼物送给皇姐，希望皇姐喜欢。这些都是之前原身送给谢自清的东西，哼，皇姐喜欢吗？妹妹听闻。 皇姐曾经府上也曾有过这些，都是一些不要的废物罢了，早就丢了。没想到三妹竟然喜欢捡垃圾啊！你不在意？这三殿下送太女殿下不要的东西来祝寿，这未免太明显。确实，向那小家子谢了谢。皇妹当然不如皇姐家豪奢了，可这些东西都是皇姐精挑细选送给谢世君的，如今说是垃圾。 不怕谢世君难过吗？我送给谢策君的礼物，他转头就相赠于你。我竟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夫君与旁人的关系如此好，难不成你们有奸情？我，萧望，你告诉大家，若是太女夫君和外女有奸情，该怎么处置啊？据我朝律令，太女殿下的夫君，若与外女有所纠葛，按律，二者都是要被杀头的。我跟谢自清没有关系。 只不过同喜欢字画罢了，清清白白。皇姐怕不是自己没有才学，得不到谢世君，这才诬陷我和谢世君有奸情。这倒是，听说三皇女才情斐然，谢氏家谢君也出生在儒家谢氏，这俩人有交情算什么？没错，反而这太女殿下只知道喜欢一些玩物吧。楚星辰说是不在意，这不还是和若水为了我争吵？ 让楚国最高贵的两个姑娘为我争吵，罪过，罪过呀！我为了得到谢自清，我的四位夫君个个比他优秀，我为什么要放弃？而且谢自清，你身为弑君，好像没有资格站在我身边吧？还不快下去！丢人现眼。楚世臣，你怎么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呢？你要是再不下去，我还有更过分的。你想让大家都听见吗？周不言，你站那么远干什么？别忘记你是我夫君啊！周不言他还活着，枫叶不是说得手了吗？看着他自尽的。今日三殿下送来了这么多礼物，不如臣也替我们殿下给三殿下回一个礼。这就是沈家嫡长子沈苍竹，果然俊美，气质比那谢自清还要淡雅。此时送礼，难不成是对我芳心暗许了？ 我只是尽了皇妹的责任，沈策君过誉了。你快看，这么大一箱，这里边是什么贵重物品啊？可别送什么贵重礼物，咱瞧瞧。哎，平时看这三皇女知书达理，如今看这仪态也不怎么样啊。是啊，就是啊。是啊，一个礼物就如此，是难堪大任。三殿下喜欢吗？喜欢。 我身子有些不适，先回去了。走。沈苍竹，你给他送了什么？让他竟然当场丢脸，还要认下？只是将三殿下的策军还给他。干得漂亮！今日生辰，大家不必拘束，宴会正式开始。好，该去热闹热闹，该吃该喝啊！星辰，萧望，你在这儿啊？喝杯茶。 醒醒酒吧。臣是来给殿下送生辰礼物的，这手镯是臣亲手打造的，里面藏有银针和利器。现在时局不稳，在危难之时可以用来自救，但是臣还是希望殿下永远也用不上。真好看，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是为了镯子伤到了吗？ 臣没事，礼物我很喜欢。萧大哥，我听说慎行在找你，既然礼物送完了，你就走吧。林州，今日殿下太累了，不要打扰他太久。要你管！林州，哎，知道了，萧大哥。这个就是你送给我的生辰礼物啊！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蛋糕是什么样子，但是我按照你的说法做了一个，真的很像蛋糕，真的。你有火折子吗？可以点燃这个蜡烛。希望今后岁岁顺心。 谢谢灵州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礼物。可不可以晚上陪我喝酒？啊？也和萧大哥喝过，还没有和我喝过。哪有人送礼物还要别人回礼的？不过今天我很高兴，所以我答应了。朱星辰，你为什么拿了我的清白抛弃我？我什么时候拿你清白了？ 太晚了，你该回去了。你竟然不认！哎呀，你明明摸了我，你还亲周大哥。楚先生，我到底算你的什么？我没有啊。你到底承不承认？你夺了我的清白。金枪，快来把林策军给带回去。 小将军怎么先把自己给喝醉了？周不言，这个就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啊！日后殿下无论在哪，只要吹响口哨，我都会出现。谢谢你，周不言。 我很喜欢，殿下，我会一命护你周全。应酬的一天终于结束了。今天的天气，啊！殿下怎么了？哼，我的好妹妹又给我送了一份大礼，好好的一天都被她给毁了。王东，替我输血，我要去三皇女府回礼去。太女殿，起开！ 太女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初若水，要是你下次再敢惹我，这把刀就不是在桌上，而是你的胸口。楚星辰，你居然敢！你看我敢不敢？哼，嚣张不了多久，本国宴要把他踢下台，必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婉儿，你去找人散播出去。 就说太女殿下目中无人，豪横至极，持刀闯入三皇府，威胁皇后。上朝，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陛下，臣有事要奏。臣要弹劾皇太女殿下，皇太女楚星辰目中无人，前几日甚至闯入三皇女府中持刀威胁，这可是身为皇太女所干之事。高尚书，皇姐也不是故意的，何必在朝堂上说？ 三殿下不必替皇太女殿下求情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太女，她说的可属实？属实。可是你是太女，再这样下去怎么能坐稳太女之位？陛下身体抱恙，即日退朝。陛下，高尚书，今日已退朝，有什么事明日再说。今日我护得了你一时。 护不了你一世，我的身体你已看到，怕是时日不多了。老三的狼子野心已经不加掩饰，皇娘希望你能快些担起大任。皇娘您放心，我有数。几个月后的国宴，我定会加倍奉还。今日陪你的是萧家的孩子吧？行了，你下去吧。陛下，儿臣禀报，太女殿下作风不端，私生活混乱。 经常出现在烟花柳巷，包养头牌，望陛下惩治皇太女，以正朝纲。三殿下，你可有证据？我当然有证据，明日便让大家亲眼所见。大胆！三殿下怎么私自退朝？罢了，散朝。太女殿下，你不成器呀！哼！哎呀，家父一时失言。 还请陛下原谅。你是个好孩子，下去吧。太女，你随我去趟书房。是。你看看，这些都是弹劾你的奏折，这就是你说的，将一切交给你。母亲别生气，我怎么能不生气？沈家已经对你生了嫌隙，若真如楚若水所说那般，你在外面包养头牌，势必会引起其他三家不满。若没了四十家的支持。 即使楚若水发生宫变，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我没有去红楼，楚若水是瞎说的，她拿不出证据来的，请您相信我。待到国宴之时，定会让她永无翻身之日，让您不再担惊受怕。我是在担心自己吗？我是在担心你。您放心。哎，陛下，前面那可是三皇女府中的婉儿。是她。 完东备马，我们跟上去看看。是。完东，你先回府，我和沈苍竹下去看看。楚星辰上钩了吗？已经上钩了。奴婢看着他跟着我们在红楼附近停了马车，只要他进了红楼，就会被我们打手绑。 跟头牌关在一个房间，届时按照殿下您的计划，叫上各位大臣，请楚星辰的几位夫君一起看这出好戏。楚星辰没了四大世家的支持，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斗？殿下怎么了？是臣脸上有东西吗？没什么，就是太干净了。哎，跟我来，走。 哎，沈策君，你换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进来啦。殿下，沈策君，你待在我府里还真是屈才了呀。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好像还缺了点什么。好了，这样跟我进红楼，我就不显眼了。老大，这位才是红楼的头牌吧？比刚刚那位美艳多了。你才是马二小姐安排的人，带走，带走。我呀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你放心啊，晚东看到我们没回去，肯定会派人来接我们的。殿下，喝茶。这厢房装修的还挺不错的哈。哎，你看那里还有给客人准备的换洗衣物。意外，那个床也挺大的。多做以晚，殿下若累了。 不如早些休息。我不累。雪狼，我想了你好久了，都不见你想我。姐姐，雪狼一直在等你。哎呀，这个厢房怎么不隔音啊？我去提醒他们。殿下，慢些。 谢谢。殿下若是在意，晚上臣会在地上铺。沈策君，今晚你要睡里面还是睡外面？什么？我们今晚一人一半如何？殿下要和我同床？我想了一下，反正我们是同伴了，不用在意这些了。啊，沈策君，你干什么？殿下是对所有男子都不在意。 还是从未将臣当过夫君，是夫君，暂时的。殿下若日后再和男子同房，不可如此，松懈。我相信沈策君是君子。不会这样抱着沈苍竹一夜吧？殿下，早。早啊，沈策君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好大的一张床啊！皇太女夜宿红楼，竟与红楼头牌私混。 你什么一国太女，怎么能如此荒唐呢？灵州，不能闹事。太女殿下，你不把我们沈家放在眼里，你之前痴迷谢子晴，我不说，至少谢家也算是门祥淑弟。这红楼，沈丞相，您别生气。况且连我都不放在眼里，又怎会将四大世家放在眼中呢？无德、无能、无才，如今又不知羞耻，真是让人羞愧，羞愧！我倒要看看。 是谁在里面？苍竹，沈苍竹，不可能，这里明明应该是头牌才对。沈大哥，怎么是你？你逆子，见过父亲。沈丞相，这是领王，老夫的眼睛都让你见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是殿下的侧君，和殿下在此共度一晚上，有什么不妥吗？ 共度一夜，你昨晚和楚星辰，那也不能在这种地方。我们沈家的家规是怎么教你的？我打死你！哎，老柴，别冲动。就算不是头牌，太女殿下带着侧军逛红楼也是不妥，这让皇家颜面何在？沈家的颜面让你丢尽了！啊！散了，散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！哎，沈丞相，等等我！殿下，我们回去吧。嗯。侧君，您真的和殿下圆房了吗？什么圆房？林侧君这么晚怎么来了？沈苍竹。 怎么了？林策军这样，难不成手握兵家的林家着急了？什么林家？什么急了？我跟你谈楚星辰，谈我林家做什么？我们四大世家嫁到黄丹，不就是为了各族势力吗？林策军这样兴冲冲过来找我，不就是怕我与殿下圆房，林家晚了一步吗？为了家族？林策军难道是为了殿下吗？我。 那你到底有没有和楚星辰圆房？没有，没有就好。这一向低调的林家，难不成也想出个皇子？你，小将军，您都练一晚上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对一个姑娘十分关心，他总是想见她，看见其他人跟她在一起又很不开心。 这是为什么？喜欢上人家了呗？喜欢？嗯。哦，小将军，你终于找到了。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你喜欢谁啊？是太女殿下吗？哎，别乱说。我说的是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一个朋友。嘿，你去打探打探，楚星辰他都喜欢些谁？ 婉彤姐姐，婉彤姐姐，怎么了？你知道太女殿下喜欢什么样子的男人吗？她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人呢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难不成你也想做太女殿下的侧君？不是我，我是替小将军问的。啊！ 婉冬，这么晚了，你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殿下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灵州，这些都是你布置的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这是楚星辰，我喜欢你。什么？我说，我喜欢你，我想成为你的夫君。 可你本来不就是我的夫君吗？你之前娶的是林家，现在是我本人，我林州喜欢你，和林家无关。等等，你先别急，你一个小孩，你说什么喜欢？你真的还太小了，你就是把对朋友的情感当成了男女之情。我不是小孩，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侧君了？啊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只是你真的还小吗？我知道了。哎。 怎么会跟我表白呢？我还想等局势稳定就放他们出府呢。怎么办呀？殿下看着有些疲惫，昨夜没休息好吧？没有啊。上朝！陛下，匈奴侵犯边境，烧杀抢掠，民不聊生，讨伐匈奴之事迫在眉睫。 儿臣本想亲自领兵，可身体不许。思来想去，竟只有皇姐夫君林策军最适合出征。儿臣请求灵州将军出征边境，击退匈奴。陛下不可！皇姐有何不可？林家世代骁勇善战，如今边境百姓都民不聊生了，你还要因为儿女私情拒绝吗？因为你不怀好心。边境平静10余年，怎么就突然战乱了？ 我们与匈奴明明有休战合约，为何在临近国宴之时就出兵呢？太女殿下，此关乎着百姓存亡，且不是红楼那些风流韵事那么简单。臣认为凌小将军最适合平定战乱。臣附议。凌小将军身为太女殿下侧军，此次出征便代表了太女殿下，也算是为我楚国做出的贡献。臣等附议。皇姐，你若再拒绝，可就是不顾天下百姓。 只要楚星辰同意，那林州就有去无回。他是故意的，敢对我身边人下套。国宴之事，就是他楚若水的死期。臣愿意领兵出征，平息战乱，救百姓于水火。灵昭，哇，陛下同意。允了。你站住！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你明明知道那是楚若水的阴谋，你为什么还要去？那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为难。那日你说的，楚星辰，我喜欢你是绝对不会变的。我虽然如今比不上沈大哥和萧大哥，但我绝对不是一个躲在你背后的小孩。我有能力与你一同承担。我相信你对国宴有把，所以也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凯旋归来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好，那出征前我去送你。 大部队在城外等候，早点回来。若我凯旋归来，希望得到你的吻。林州，平安回来。 殿下，女皇陛下传来消息了，说几日后便是国宴，让您准备好，让皇娘放心。是。林州，我一定会接你回来。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殿下，您做了这么多努力，今日这场仗我们赢定了。来，请大人，请。哎，各位，国宴之时本该开心，可我看到楚国现状，却开心不起来。 从小我一直尊敬皇姐，一直忍让，纵使她蛮横跋扈，我也从不计较。可如今她身为楚国的皇女，居然不顾灾民，还行事浪荡，公然与侧军在红楼取乐，还几次不顾朝堂政事，只顾儿女私情。这些我看在眼里，却因为百姓们而看不下去。她楚星辰真的能胜任楚军皇太女的位置吗？ 陛下，三殿下救济灾民，行事稳妥，视天下为己任，待百姓为父母。反观皇太女不顾灾民，行事浪荡，不顾子民，臣以为皇太女应由三殿下当，而楚星辰她不配当皇太女。臣附议，楚星辰她不配当皇太女。陛下，臣的儿子嫁到了皇太女的府中，可是皇太女对我四大世家是完全无视。臣求陛下废了皇太女，不然臣。 就效仿那王侍郎，在这大殿之上撞柱而死。臣等附议。楚若水，你竟真敢联合谢家谋权篡位！皇娘，我自小读书习武，样样比过他楚星辰。这些年赈灾救济，心怀天下，我凭什么不能做皇太女？因为我是你的母亲，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请女皇废除皇太女，立三皇女为储君。我不同意。 楚星辰，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格说你不同意？哦，这是何物啊？此物名为报纸，由活字印刷术印成。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震惊！三皇女竟是伪菩萨，这是何意啊？报纸上所写的，就是三殿下的所作所为。嗯，你们是何人？ 婆婆，您别害怕，我们是听说朝堂来救灾了，特地过来看一看。救灾？什么时候救灾了？这碗之后是土，我们灾民只能挖些土拌成水来充饥，还能顶饱。不是说朝中的三殿下来救灾了吗？你们都没有收到吗？他倒是在城里失踪了，我们这些灾民哪能进得了城里？那粥是没喝到一口。楚若水拿着灾款施粥，结果就在城里做做样子，用赈灾的钱演戏。婉冬，你快去找一些棉被和粮食来给这位婆婆。是。婆婆，你为什么不早些来？早些。 我的小孙女就不会死啊！早些呀！污蔑！你血口喷人！我有人证。我们从未收到赈灾款，更别提施粥了。我们是没喝到一口。这位三殿下，我们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。若有施粥，我们怎么可能饿死那么多人？我们所讲句句属实。 如果不是皇太女殿下得知此事，送来了棉被、钱财和粮食，我们哪能活到现在啊？当初三殿下可是支出国库一大笔灾款的，怎会如此？难道没有救灾？我没有，我救灾了，这些都是他骗人的，就是楚星辰找来的戏子演给大家看的。楚若水，你用灾款演戏，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吗？楚若水，你知不知道？ 你用来做行事施粥的钱是他们的命。大殿之上可以做戏，就如同楚若水可以在城里做戏一样。但是各位贤臣可以去灾区看一看，百姓是不会骗人的。我楚星辰也没有能力，请千千万万的百姓陪我做戏。相信各位贤臣都不是傻子，谁真谁假一看便知。那这红楼头牌就是三殿下的秘密情人，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如此不堪之事，这又是何意？ 不可能，楚星辰怎么会知道我和玉树的关系？这个人，三殿下可眼熟吗？你以为你把我绑起来有用吗？我什么都不会说。什么都不会说？你以为我放了你，你还有命活吗？怎么不能？我又没对你做什么。只可惜你知道的太多了，你的三殿下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什么都没说。你妹妹做的面条很好吃，不想回家吗？你不准动我妹妹，和她无关。当然和她无关。 可是因为你的举动，差点害死了他。你可知道我去的时候，楚若水已经派了杀手去杀他。要不是我和沈苍如及时赶到，你妹妹就不在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哥哥，这都是真的。若不是太女殿下救下我，我早就已经不在了。我找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我不认识。三殿下。 别怪玉树，是你先对玉树不仁德。奴才与三殿下楚若水在一起多年，三殿下和我私会，从我这里得到了各级官员的信息，为我一掷千金。那些灾款一半给了我，而我用这些置办首饰打通朝中官员给他做事。污蔑！这是污蔑皇族，罪不容恕。楚若水，你身为楚国三皇女，勾结匈奴叛国，证据在此，该当何罪？三殿下，谢家当初与你合作之事。 可从未听说过你与匈奴合作，谢家从不会叛国。身为皇亲血脉，叛国应当奸疑。我们再在这闹，是楚国的家务事。三殿下叛国可是贼呀，国贼，卖国贼！都怪孤生出逆女，来人，将三皇你给我押下去，打进大牢。既然事已至此，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来人，把这里围了。哎呀，这你。 你要干什么？你这是谋逆！谋逆，谋逆又如何？楚星辰，我告诉你，我劝你早日投降吧。你身边唯一手握兵权灵州将军早已身首异处，我早已串通匈奴，里应外合，彻夜偷袭了林家军，取了灵州首级。我要杀了你！你要杀了我？就你现在这个处境，还想杀我？真可笑！ 若水，毕竟她是个皇姐，不如放过她吧。谢子清，你居然为她求情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。来人，在座所有人格杀勿论！报！三殿下，灵州将军他凯旋而归了。什么？他不是死了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接到消息。 说他早已死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慌什么？楚星辰，这是你扰乱军心的假消息吧？今日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看谁敢伤！活着，吓死我了！我说过我会回来。我相信你。你是怎么从匈奴那逃出来的？杀出来。楚星辰，原来一直是我小看你，一直都在你掌握之中，是吗？你就是为了这一天，是吗？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让你提防，我处处顺着你的计划，难道你就不觉得太过顺利了吗？凭什么？ 这个位置就不该你做，我能不能做不是你判定的，你做的是戏，死的却是千千万万的百姓，你不配做楚国的女君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楚星辰，我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放了楚若水，往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有什么面子？只要你放了楚若水，我们保证以后都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滚！ 谢子敬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替我求情！若水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爱我吗？我要你有何用？我要的从始至终都是权力，在我眼中，你不过是个废物罢了。我们明明是相爱的，你说过你最爱我。陛下，您怎么了？皇娘，你的药已经凉了。 喝一些吧，没有用的。就算是太医不说，皇娘知道时日不多了。您别胡说，我才刚刚稳定了局面，还没让您看见我大展宏图呢。我算是看不见了，就希望能看见你生下继承人，稳住朝廷。皇娘，罢了，你下去吧。 皇娘的身体你们也看见了，可如今刚刚平息了三皇女，这催生继承人会不会太急了些？自古龙生九子，方能天下太平。殿下贵为皇太女，理应让天下百姓都安居乐业。深宫之内无血腥之仇，诞下龙女龙子们，已为先帝在天之灵啊！臣附议，殿下必须得有一个继承人。臣等附议。 愿太女殿下早日圆房，诞下继承人。怎么在这里也要被催婚啊？臣的犬子嫁入太女府中，却无所出，臣愧疚。不过若太女需要，臣家中还有几个儿子都未婚嫁呀，不如全都嫁入太女府中啊！全部加入？不用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吧。婉东，你去看一下他们在殿内吗？看谁？看我的夫君们。啊，你们、晚上好啊。朝里那些老臣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感觉你从宫里出来就变得这么不对劲？没什么，就是。 天色已晚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哎呦，困了。婉东，我一定要生孩子吗？我就不能不生吗？当然不行啦，你可是有整个楚国要继承的。下去吧。哦，我还想等着局势稳定，送各位夫君们离宫的。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嗯。 萧望，你怎么来了？殿下，今日的早饭是萧策军亲手为您做的。殿下，沈策军这是弹给您听的吧？走吧。 殿下怎么走了？策军，您不着急吗？奴婢可听说，殿下先生下谁的孩子，谁就是皇夫。这朝中的奏折呀，都是催你快点生继承人。我问过婉东，至今你还没有和你的几位夫君圆房过。哦，哎呦，之前凌小将军不是来救驾吗？既然你和他关系好。 今晚就让他侍寝。世锦，我和灵州。楚星辰，楚星辰，他是在躲着我吧？殿下，您躲着林策军也没用啊，这晚上还是要见面的。 我就不能不圆房吗？不行，女皇陛下的命令，奴婢必须遵守。这晚冬看的也太严了。你在躲我？我哪里惹到你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是不想今晚跟我待在一起？我……难道灵州知道今晚事情的事情了？楚星辰。 我等了你好久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今天是我的生辰？你还一直躲着我。生辰？是啊，你就那么不想跟我过生辰？我还以为……我当然想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。长寿面，这是你亲手做的？嗯。 林昭，谢谢你那天赶来，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，生辰快乐！我说过，我不是在你背后的小孩，而是和你并肩的人。我给你5000。那也庆过生辰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楚星辰，我出征之前，你答应过我。答应什么？给我一个吻。林州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我……那我先回去了。 林州，你干什么？今天是我的生辰，殿下要留下来过夜，跟我圆房。啊！林州，感觉你回来后就变了一个人。殿下，我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时，我想着我的殿下还在等我回去。可是我今夜真的不能圆房。你不喜欢我，还是说你要去找别人？ 沈苍竹、萧望，还是周不言？不是，我有情况，我鬼使来了，不能圆房。那你也不能走，你今天晚上必须留在这里。就这样睡吧，我先去沐浴。林州，战场上受的伤，疼吗？ 殿下，小将军，你们起来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殿下昨夜是在林策军这过夜的。嗯，婉冬，你回去煮一壶茶，这一晚上口干舌燥的。嗯。你对殿下做了什么？ 跟他待了一整晚，你说我做了什么？沈城主，你冷静些。杀我，你敢吗？我敢。沈苍竹，哼！我跟他什么都没干。那昨晚殿下为何说他口干舌燥？那是我跟他聊了一夜聊的，还吃了一夜的蜜饯果子。 别留下痕迹，让殿下担心。殿下，最近府内都传遍了，说林策军失宠了，是真的吗？没有啊，那天晚上我和灵州聊了一晚上，反而感觉比以前清静多了。什么？女皇陛下是要让您圆房，不是聊天。殿下，宫中传来消息，让您进宫。既然和林小将军圆房你不愿意，那就定沈家的孩子吧。他不是还陪你去红楼演戏？今晚就让他侍寝。皇娘，我送太女殿下回去。太女殿下，请回吧。 侧君好。嗯。沈家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女皇已经下令，今晚让您和殿下圆房。是太女殿下让我出去买东西的。女皇陛下有令，今晚谁都不能离开太女府。太女殿下的人也不行。嗯。 需要帮忙吗？要。殿下都这么不想与我们圆房了，我就是想出去买个东西。殿下，萧家、沈家、林家可是很难平衡的。殿下，及时到了。 身不曾回头，这世界人海里，终不能和你相遇，却也不能一生相许换别离。若再次能相遇，你不再寻寻觅。殿下，先喝了交杯酒。哦。 嗯，殿下睡了。殿下不装了。你脑袋上长眼睛了？殿下，你为何如此惧怕圆房？ 还不知道登基时要放你们离开，因为我怕生孩子。殿下，一次圆房并不一定就有孩子。今夜殿下想对神做什么，就做什么。你没事吧？都流血了，我……哎呀，痛不痛啊？ 侧裙都流血了，这事是不是说明成了？必须呀、啊，说不定还一举得一个小皇女呢。啊！我得赶紧回宫禀报陛下去。去！侧裙，听说明轩殿那边已经和殿下圆房了。什么？消息当真吗？殿下身边的婉冬姑娘都已经回宫汇报了。 哎，小将军，您这时候要去有什么用？可那是楚清晨，是我喜欢的姑娘。可沈侧君也是殿下的夫君啊，殿下毕竟是皇太女。你从小跟随星辰，对他忠心耿耿，是他身边最优秀的暗卫。保护殿下，是属下应该做的。 当初让你成为星辰的侧君，是为了让你更好的保护他的安全。但是我们未来大楚女君的父亲，绝对不能是暗卫。周不言，你明白吗？明白就好，下去惩罚为你的不知分寸。周侧君得罪了。 你们怎么又在门口啊？恭喜殿下和侧君圆房！什么？回报去了。不是你等等，哎，那你们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沈仓主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楚星辰？喜欢又如何？不喜欢又如何？不喜欢你怎么敢？没有，那帕子上是我的血。啊！ 万东都和我讲了，你和沈家的孩子圆房了。皇娘，您好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。当然，一想到我马上就要有孙女了，这药啊都觉得不苦了。皇娘，昨晚并没有圆房。什么？那帕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沈策君的血，他不小心受伤了，女儿就拿帕子顺便擦了擦。 你今晚让萧望侍寝和你圆房，下去。嗯，殿下，既然您这么重视，难不成你喜欢的是萧策居啊？我只是不想让皇娘再反省。策君，女皇让你和殿下圆房之后，殿下身上就挂了红。之前几位策君都没有如此。以小的看，殿下肯定是喜欢策君的。是喜欢吗？ 啊，先下去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父亲，您这次出来见我是为了……你身为殿下的侧军，应该多学习，别被沈家那小子给比下去。这个，你看。 楚星辰难不成喜欢的是萧望？之前2次都没有见到他大张旗鼓。年华昨天，让我怀念，追逐了无入歧途的一抹人烟，一朝相伴。 殿下，您愿意吗？萧策君，我心动你已久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们不如就此安睡吧。啊，好了，他们走了。啊。 殿下，萧望，我这是缓兵之计，所以殿下是不愿意吗？我一直以为殿下对我是有些想法的。不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哎，走。 萧望，皇娘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。我若是公然拒绝圆房之事，只怕她的病情会更加严重，所以我便利用了一下你。对不起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……萧望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我说。 臣还是第一次来这花灯夜市，真美。那我今天就好好带你逛一逛。啊！小婉，你看，下雪了。殿下，臣愿意被你利用一辈子。 花随风凋，烛焰空手人寂寥。窗外烽火燃云霄，抚琴竹泪静悄悄。一生苦相思难抛，此生缘所我从鸣鸟长啸，旧木朝朝。只想靠在你怀抱。小婉，你干嘛？殿下，你上厕所。是你荡起衣角。殿下，殿下，我进来了。殿下，萧策军。哎，怎么了？殿下和萧策军不见了。 策军，萧策军和殿下不见了。什么？难不成萧望带着楚星人私奔了？啊！策军，殿下和萧策军不见了。立刻派人全城给我去搜。是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 太女殿下和她的萧策军私奔了呢。哦，什么？她和小我私奔了？闭嘴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都阶下囚了，还以为是太女策军呢。萧望，对不起啊，昨天玩的太晚，睡太沉了。你竟敢拐走殿下！你误会了，是我带萧望出来的，不关他的事。 皇娘只说让我和萧望圆房，又没说一定要在府里。我们出来也是一样的。你们圆房了？楚星辰，你喜欢萧望？嗯。殿下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殿下他，走吧。策军，您受伤了。 对不起啊，萧望，又利用你了。为了让皇娘安心，我只能这么说了。萧望，愿意。策军，如今太女殿下和萧策军圆房，沈家那边。啊、下去吧。是。 沈策军，你怎么来了？也没见婉冬通报一声。殿下，接下来谈话不方便外人听见，臣便让婉冬姑娘去休息了。你，啊，这是？这是沈家的祖传玉佩，是他便给他情报阁得到任何消息。这是沈家的全部门客名单，文臣武将全在其中，还有。 就是和沈家所有的相关势力，这些我不该知道吧？你不会是想要杀我灭口吧？啊！殿下，我想说，与其选萧家，不如选沈家。沈苍竹，我明白了。 小将军，您不能再喝下去了，您都喝了好几天了。楚星辰呢？听闻今日太女殿下和萧策军一同出去了。金家，哎，你说我到底哪里不如萧望？啊？灵州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干什么？ 你问我干什么？我还要问你干什么？你喝酒了？哎，你楚星辰，我到底算你的什么？你醉了？我没醉。你为什么可以选萧望，却不能选我？这我跟你说不明白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我不明白。 嗯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只属于我一个人？什么时候你才能离他们远点？我是楚国的皇太女，谁也不属于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好喜欢。你说你喜欢我，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。 你能分得清是喜欢还是占有吗？快去吧。属狗的吧，这么疼。听说你最近和萧家孩子很亲近。 我心中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，您日后会更好的。其实你妹妹楚若水她如此，我也有一半的责任。虽然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毕竟是你的亲妹妹，皇娘替她向你求个情，饶她一命，就让她流放边境，永不回京。皇娘，您吩咐就是。 女儿一定遵从。然后啊，大楚交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累了，下去吧。女皇陛下驾崩了。 殿下，太医说您跪了一个月，不能再跪了。虽然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毕竟是你的亲妹妹，皇娘替她向你求个情，饶她一命，就让她流放边境，永不回京。晚冬，替我传令到天牢，楚国三皇女大逆不道，谋逆通敌，发配边关，永不得回京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 快走！若水，你要去哪儿？楚景辰要怎么处置你？边关发配，永不得回京。流放就好，至少保住了性命。等放我出去，我就去找你。到时候我们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谢子清，我是楚国的三皇女，你让我跟你做一对平凡的夫妻，你配吗？你不喜欢我，若不是之前谢家对我有些作用，我又怎会与你亲近？若水。 难道你忘了吗？7年前我被山贼抓走了，是你走失救了我。当时我们心意相通，互定终身啊！7年前我可从未走失过，走失的是我那好姐姐楚星辰。你说她7年前怎么就没死在外面？就算是喜欢，你喜欢的也是楚星辰。快走！若水，你回来，你回来说清楚！殿下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还请殿下尽快即位，成为楚国的女君。臣等附议。等楚若水押解边关的那日，孤便即位。小心，有刺客，有人劫持！若水，我来吃完。有人劫持，我得去通知楚星辰。今日过后。 殿下便是楚国的女帝，百姓们的女君了。哎，礼部的朝服呢？怎么还没送来？礼部的人还没有到，怎么回事？这马上就要上朝了，怎么还没到？还不赶紧去问一下？是。若水，诏书和朝服都已经在这里了。等我持有诏书和朝服，登基继位，杀了楚星辰，到时候我看还有谁敢不认我这个女帝！你就是偷梁换柱，无耻！ 什么人？我是楚星辰的侧军，我叫谢自清，麻烦各位去通报一番。几位侧军皆在府内，从未听说过有谢侧军。不会是哪儿来的流浪汉冒充的吧？我真的是楚星辰的侧军，我有要事禀报。哎，都嚷嚷什么呢？是礼部大臣来了吗？婉东姑娘，我是谢自清，我有要事禀告太女殿下。楚若水她越狱了。什么？ 我们被押解出城的路上遇到楚若水的手下，他们杀了狱卒，叫他出去。我发誓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楚若水想偷梁换柱，那得看我同不同意。走，我们去朝堂。可是殿下，朝服和诏书都不在。朝服、诏书，孤穿的就是朝服，孤就是诏书。这不是三殿下吗？是啊，怎么身穿朝服，手拿诏书？ 难道太女殿下出什么事？三殿下，你这人女皇仁慈饶你一命，你却越狱造反。我登基，谁敢反对？下场如此。大胆逆贼，老臣死也不会让你当楚国的女婿！楚若水，太女殿下，楚星辰，你看见了吧？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！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，杀了楚星辰！我明明只差一步。楚若水，姑本来听皇娘一命，放你一马。 是你自己不要命，谢自清，救救我！我愿意和你走。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不是爱我吗？楚若水，7年前的不是你，而我如今爱的也不是你，而是楚星辰。女皇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参见陛下。众卿平身。陛下，前几日谢家有功，您看是否恢复谢子清身份？那就从轻发落吧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如今陛下已经登基，这皇夫的人选问题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呀！啊，萧御史说的是，后宫不可无楚。 不如就从陛下的5位侧军中选出。以臣之见，萧侧军位居东宫之位，掌管东宫已经很久了呀，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。臣不认可，臣认为沈侧军沉稳冷静最为合适。陛下，臣以为无论哪位侧军都可，陛下还是尽快决定皇夫人选才是。臣等故意。此事不急，日后再议。散朝吧，陛下。 皇夫的人选，你选好了吗？奴婢还以为您会选萧策军呢。您之前也只和萧策军圆房了。婉东，我们本来就是家族联姻，如今局势稳定，我会放他们离宫，给他们自由。陛下，萧策军不必多礼，坐吧。萧望。 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？只要是陛下送的，臣都喜欢。我想送你一个选择，可以选择离开皇宫，你愿意吗？陛下，是我们侧军哪里惹您不高兴了吗？哦，不是的，萧望你很好，真的很好，所以我才更应该放你自由。你是因为家族和我在一起，不应该被困在这儿。沈星。 不得无礼。之前圆房之事利用你来安抚皇娘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希望你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生。只要是陛下所说的，臣都愿意去做。嗯，那你想通了，随时来找我。侧君，陛下怎么能这样对你？ 我们都以为侧君您是皇夫的最佳人选，下去吧。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是为了镯子伤到了吗？星辰，凡是你所说的，小王都会去做。将军，小的听说陛下要让萧泽君出宫了。据听说，萧泽君那天晚上根本没有跟陛下圆房，一切都是为了安抚先皇陛下。那这样说，咱们沈家还有机会啊！下去吧。是。泽君，听闻陛下要让萧泽君出宫，你有机会了。 什么？可是萧望不是和陛下已经圆房了吗？小的听闻那是假的，当时是为了安抚先皇。所以，楚清晨喜欢的不是萧望。小君，您还有机会。世君，小的听说陛下让萧策君离宫了，如今殿下也让谢家将功赎罪，恢复了您世君的身份。您说我们还会不会有机会啊？机会。 我根本不配得到他的机会。吹响这个口哨，你是真的会出现啊！无论属下身在何处，都会来见陛下。可是我不需要你无时无刻都在我身边。陛下。 不是不要你，是要你去做自己。你干什么？一个失去主人的安慰，没有活着的价值。算了，下去吧。楚清晨，你是来选我做你皇夫的吗？ 林州，我想放你出宫，你不应该被困在这儿。你说什么？陛下，请坐。沈苍竹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来？陛下有什么事情先放一放，能否听臣弹完这首曲子？ 殿下是对所有男子都不在意，还是从未将臣当过夫君？殿下，你选萧家，不如选沈家。陛下，臣不会离开。你，陛下请回吧。 沈苍竹，你的野心从不在后宫，对吗？陛下，您怎知我不在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陛下，您将所有侧军都散了，那谢使君那边呢？直接派人让他出宫。嗯。明明什么都没做，怎么会有一种抛夫弃子的感觉啊？陛下，您若真的舍不得几位侧军，完全不用让他们离开的。哎呀，婉东，这几位公子在干什么？陛下，王公大臣知道您要遣散后宫，以为陛下厌恶了几位侧军，这不又送来了几位公子。哎呀！ 哎呀！公子小心些。下去吧。陛下，既然您不喜欢那个公子，又何必亲近呢？几位夫君看到我如此，想必就会失望离开了吧。听说最近陛下召集了不少世家公子相看。 看来五位侧军失宠是真的了。是啊，我最近都没有看见几位侧军。想是陛下有了新欢，他们也离开了。陛下，您要是真舍不得，也不必让几位侧军都离开，雨露均沾便可。他们如今看到我这样对他们，怕是已经走了。我就是有些不适应。那五位侧君，您最喜欢哪一位啊？是萧侧君还是周侧君？朝朝只想靠在你怀抱，天荒地老。殿下，此人想杀你。 我明白，让我缓缓。好，那我就先退下了。陛下不说话的话，那就是沈策君；陛下不说话的话，那就是沈策君。沈策君，你换好了吗？那我进来啦。 林策君，林州，这些都是你布置的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楚清晨，我喜欢你。总不可能是谢世君吧？当然不可能，想什么呢你？唉。 上朝！臣拜见陛下。平身。陛下，我们是不会走的。陛下，既然几位侧君没有走，那新春宴怎么安排？那就再加上4个人的年夜饭吧。楚星辰。